想用 Let's talk about the love 就像个剧作家你的潘多拉并没有结束吗对你是不会豁达燃烧几声的火花问题都不能做的答案无法装进嘴呀因为感觉不可思议承认把内心有志气我还是没鼓足勇气能够去重新开始都不忍心的多有